我们要把魔道真要传进，为何培养这么多上好的魔头？万力，万行同意。 赵国在哪个方向？少先，那边就是赵国，但此处百里有处险地，名为黑泥潭，邪乎得很，不论仙人还是凡人，都不会从此处经过。小的建议您，什么地狱险地？ 这就是藤一所在。第一灵脉，为何没有宗门镇守？道友有所不知，第一灵脉是一处深不见底的黑泥潭，是藤一之名，却从未易主。以他的实力，根本不需要宗门为他镇守灵脉。 所说之人是你，故弄玄虚，出来。 主子神功无敌，管他藤一还是藤一百，都敌不过主子一招。 今日赵国第一大探，吴峰谷掌门乃正道领袖，可今日一见，好像成了条看门狗啊！你毁了天道门的灵脉，杀了藤玄！啊！
是谁要杀我藤家之人？不自量力。是吗？要尝尝这个。敢杀我藤家人者，灭生、灭族、灭魂。奉藤三大人之命，天鹰城全城众志集结，剿灭叛贼，领战功。奉藤三大人之命，天鹰城全城众志集结，剿灭叛贼，领战功。夫君，听父亲说，藤九大人被一个来路不明的人给杀了，我们要不要也去帮帮忙？哼，关我何事？我巴不得这场杀戮可以继续下去，将你们藤家全部杀得干干净净。夫君，当年的确是我对你一见倾心，你碍于老祖强势，为了自保，才不得不与我结成双修之旅。但这200年来，我始终待你一片真心。藤九不过是个刚排上资历、连屁股都没坐热的小辈儿，杀了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哼，不管是谁，敢来我藤家的地界撒野，老子定要好好招待招待他。不急，若轻易将那贼子擒杀，又如何显得我三人不凡？不若先死上一批这天阴城的杂鱼，到时也好向老祖请功。你呀，还真是无利不起早。就是杀了藤九大人的人吗？藤家核心还不滚出来！狂傲小贼，好大的狗胆！我藤家反兄弟在此，你还敢自投罗网？今日就让你有来无回！三个都在，倒是什么麻烦？好大的口气！不然你们还是一起上吧。嗯，不可大意。当年我们兄弟三人初入元婴，却被人从藤家九人之位挤下，你可知我们是如何翻盘稳坐此位数百年的吗？自在盘召唤周苍生。星剑，长城展翅，无剑混光。没不死，呀，元明辉，明启，元诺。我三人的法器可是由碎星乱中的上古神器拆分锻造而成，你小贼折在这个上面不亏。他恐怕已经神魂俱灭了。若其他几人也都是这个水平，藤焕若王某倒真要感谢你，为我培养了这么多上好的魔头。
军令之魔头，有趣，能跑。前辈，在下云任宁为主，死后终生永不背叛，我愿意送上魂血以作保障。藤家核心必须死。他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最后一个。所有人，给我杀！阿魏大蛇，叶满蓝，人质。自取灭亡。外面的嘈杂声好像越来越大了。父亲，父亲，你损失这么多元婴精血，你身为大将的，快走，为父此次凶多吉少，你不要去藤家城了，即刻离开赵国，有多远走多远。姚总，一起走。藤家势大之时，他的生与死都掌握在我手里，但现在我始终有种不祥的预感，若王卓不死，秀秀定然会有危险。秀秀的份上，老夫不杀你，滚！从今以后，藤秀秀与你没有半点关系。哼！父亲。对你全族做过错事，我还是希望啊，不要伤害秀秀。你们毕竟是双修道侣。父亲，王卓不会的，他不会的。快走！父亲。生机已断。你走吧，从此以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夫君，你不走是吧？我走。夫君，不要走。
家的女儿。若儿，你忘了我们是怎么死的了吗？从前的东王你就怕哭啊，是大逆不道。但这二百年来，我始终待你一片真心。的恩怨，让它结束吧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吗？夫君，这是你第一次向我求救。不应该猜到，只有你才有可能具备为族人复仇的实力。王忠，对不起，若是当年你和我说这句话，我绝不会原谅你。但是现在我们的仇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藤化缘。藤化缘跑不了，藤家核心谁都跑不了。你父亲是咎由自取。你算了，你们走吧，离开郑国。重新开始，对不起，秀秀，我不能做王家的叛徒。在秦神与爱神之间，你还是选择亲手杀死爱神，一天心中对亲人的愧疚。王主，在世为人，你定要踏入修真界，以你的仙姿，相信未来某日我们还会再见。当年被域外战场侥幸吸走一丝残魂，竟让你有今日之事。王林，老祖，老祖，藤家城被封了。什么意思？藤家城被人设下了禁制，现在只能进，不能出。
法力，幻形成衣。藤家不过抽取了灵根中的微弱灵力，化为己用。灵根本身不该消散，那千千万万的凡人灵根去了何处？用一国之人来养藤家，好大的手柄，好毒的手腕！你敢动我，我太爷爷藤化玄老祖不会放过你的。即墨大仙这些年过得很滋润，区区一个神鹰初级，也敢在老夫面前嚣张？啥？是你那个宁心小儿？藤化玄，我要让你亲眼看着藤家被清扫一空。藤九大人，甲子之期已到，这是本次的挑战者腾云。老祖有令，彭家之兴隆在于核心族人，核心之位不可传承，彭家之人皆可争夺，核心挑战无论生死，分出胜负为止。哼，一整条灵脉专为一人攻击灵力，无数法宝丹药应有尽有，今日我必成为核心之一，夺这藤九之位。核心之战还敢闭着眼，好大的威风！我已经输了，输你不该死。我认输，我已经认输了，救命啊！味道不错，这藤九之名已经易主过六次，每次更替都能推出更强的小辈，弱的嘛自然也不会浪费。藤九资历尚浅，是我藤家九大核心族人中修为最弱的一个，但也达到了元婴中期，假以时日，这九大元婴每一个都有冲击化神期的潜质。假以时日，你藤家只有百年，如今连一个能领悟意境门槛的都没有，真是坐井观天呐。这意境岂是说悟就悟的？当初若无老子相助，我也很难领悟这与之意境啊。百年之后，藤家若不出现一个化神期，我会收回你藤家的一切。使者大人放心，藤家必出化神。记住你今日所言。
雷儿，以你的天资，这冲击化神的人本该是你呀。那九个元婴都是灵脉所供养，若我毁掉灵脉，他们必定会现身。哎，咱是要去灭这个无风谷吗？看小的我一马当先，杀穿他们，不劳主子动手。这可曾是赵国屹立千年的第一大派？可如今，像条狗一样窜来窜去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真的是，您可是无风谷大师兄掌门的亲传弟子啊。你不过是掌着有几件英镑得意什么？你长老争夺战里面的是个人实力，藤家把元婴法宝借给弟子使用是什么意思啊？每位争夺长老的藤家弟子都有自己的英镑，从不存在借用一说，持自己的法器参战合乎门规，都是掌门高徒，怎么连件英镑都拿不出来？彭某真有些想不通了。打不过就承认自己是废物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不丢人。文章，我跟你拼了！红莲，掌门还没宣布结果，一个个就猴急上前，毫无礼数。无风谷接连陨落五位长老，刚一出事，你们藤家就立刻派人争夺长老之位，别以为老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掌门若是有意见，可以亲自去见一趟藤九大人，大人对于无风谷内之事也是颇为上心的。圣者藤少，长老之位由藤山担任。掌门，有人引动了护身大阵。风谷果然是赵国苍天大乱，这大阵杀伤力竟是元婴巅峰的水平。早听闻无风谷五光剑阵的威名，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，好阵，将来必为我唐家锦上添花。剑阵虽强，终究是剑之造物，既然你以剑气为阵，我便以剑破剑，万剑进。开开开，
到底是什么修为。吴风谷不知因何得罪了道友。王某前来杀滕家之人，可是否要与吴风谷为敌，得看你的态度。你是你毁了天道门的灵脉，杀了滕玄。滕玄是谁？滕家人的性命还不配王某来祭。狂妄之徒，你竟敢！吴风谷，昔日赵国第一大派，吴风谷掌门乃正道领袖，曾受万神敬仰。可今日一见，吴掌门好像成了条看门狗啊！道友的意思，吴某不明白。百年之前，这四座山峰灵气充沛，灵光环绕，可如今却已然枯竭。敢问掌门，此事是否与滕家灵脉的敲骨吸髓有关？吴某说了，道友的意思，吴某不明白。掌门，我们就将滕高交给他吧，多好的机会啊！是啊，掌门，让他滕家人彻底滚出吴风谷。你们以为我不想吗？可是谁能扛住藤九三招？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吴风谷与滕家素来交好，道友修为固然通神，但若想在吴风谷行凶，便从我等的尸体上踏过去吧。是谁要杀我滕家之人？来了。滕小道友，还请不要伤害吴风谷弟子。哼，废物！同为元婴中期，此人的威压的确远强于吴青峰。这就是唐家用灵脉供养出的元婴强者吗？大人，就是他，是他杀了唐山，还狂妄叫嚣要杀掉吴风谷所有唐心之人。不自量力，这些元婴修士可是拿自己的魂魄在挡你这几把破剑，你不久后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个。不，就这点伎俩吗？此子居然可以在藤九面前占据上风，去哪儿了？该死！我定要将你翻出来，炼化千年。是吗？那尝尝这个。弟弟，喏，好吃，看你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
唐江大人居然、大人，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你欲如何？大人，大人，吴风谷乃赵国第一大派，却遭受唐家欺辱近百年，险些倾覆。今日藤九在吴风谷被杀，藤家断不可能放过吴风谷。我吴风谷就此与藤家一刀两断。所有吴风谷祭司听令，凡是谷内藤家之人，一个不留。遵掌门之命。三人率结丹以上修士，一日之内擒杀凶手，敢杀我藤家人者，必灭生、灭族、灭魂。